们如果家里旁边有油封的话，你们会修？叫消防局，就叫消防局来帮拿走啊。可是我在想，可不可以共存啊？啊，不行！你这样想，万一受伤怎么办？对呀，你不小心遇到。嗯你们如果是在家旁边有蛇的话，你们怎么做什么？打死啊！你好的。他家有水池，一定有雨伞节。我很会打，因为我之前我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去做私家哦，我去帮人家剪枝了，有手也被咬啊，我这样一甩啊，好痛啊，有被咬被那个刺猬金毒丝，有毒有毒啊，真的。我甩的时候甩不掉啊，这个我拿起来就一条线。一条线，你知道吗？绿绿的整条。啊，结果我老板娘就刚好过来拿一桶的啤酒，我就先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养过鸡吗？你养过。啊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我要蛋，要吃蛋，那我要一只公鸡，一只母鸡，还是两只母鸡？公鸡的。我只能买两只嘛，要一公一母还是两？当然一公一母啊，不然什么？不然我有蛋。对啊。那你说呢？母鸡就会下蛋，不用公鸡啊。是啊。你买两只母鸡就一直下蛋就好了。对。只要会下蛋可以吃就好了。我觉得你还没有搞懂为什么生鸡蛋不需要一公一母，你搞懂吗？所以闽南语比较准确，我们国语叫蛋，闽南语叫卵，卵才是正确的，对，才正确。哦。他就是老爹，他是陈志和先生，他是非常有名的旗鱼，陈志和，旗鱼标手，这鱼好好吃哦，嫩捞的，太嫩。重点老师最近在演，现在都知道，他没有看到你在煮鸡肉，我不吃鸡肉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那你小时候吃吗？小时候吃，我是养鸡了之后，我认识了他，我就不吃了。你看我吃不下去，他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蛋以后去孵蛋啊，就趴在那里21天几乎不吃不动，然后那个壳破了之后出来的那种毛茸茸的小鸡，然后那个妈妈对他是疼爱是吃呵护，哦，现在都很了解。你看了这个之后，你这父母不要吃了。
Thank you.